今年能够代表远传电信再次来到香港参加 APCSC 的颁奖。去年远传首次参加得奖，得了3个奖。今年第二次，我们一口气得了7个奖，其中还得到 APCSC 最高荣誉的最佳客户关系杰出奖。远传一直秉持只有远传没有距离的品牌核心价值及精神，无论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如何体察客户的需求，让客户更满意。希望每一次客户的接触都能够带给客户实体的 wow 感觉。在此由衷感谢香港 APCSC 协会的肯定与厚爱，远传能够在这个年度得到这最大奖，非常高兴。同时对于台湾企业而言更显重要，因为这是台湾企业首次在此得到此项殊荣。谢谢。